我们爱上的很多时候都是新鲜感制造的怦然。林富平女神林依晨演出右倾姐一角拿下了金钟奖，但想不到现在出现了和她相似度极高的小林依晨。Hello， 我是面面，我是陈映真。那是因为有人说，对爱情不能百依百顺，所以我们只好心口不一啦。明明想，就要逼着自己说不想；明明很难过，却硬逼着自己说我不在乎。所以有人说，对爱情我们不能太任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配合，我们就牺牲。结果嘞，你们男人说这样太累，哼。大的眼睛，圆圆的脸颊，微翘的朱唇，加上有点小胡子，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好像林依晨，还因此被导演相中拍了广告。妆麻烦，卸妆也麻烦，好希望有个人帮我卸妆哦。要怎么卸？步骤是什么？你又不用卸，你要知道干嘛？还真是有一点像哎。好啦，只要都可爱、都漂亮、都不错。大学的时候也是因为长得像他，所以就是很多学长都会说，那个行销系的小依晨啊什么之类的。其实这15年来，我一直不要说，先生，你在看镜头。你刚有听到人家大叫林依晨吗？然后他看着你，我想说，有那么像吗？那为什么没来跟我要签名呢？奇怪。连林依晨本尊都认证过，分身真的长得很像自己。不过面面说不敢跟女神相比，只希望能走出自己的路，拥有自己的作品，不要老是只有撞脸的演出机会。记者黄韵文、王晨伟台北采访报道。